这几年在国外的学生，尤其是美国，美国的医疗是非常非常不成熟，所以他们的造成白人的黑人就非常大，癌症诊断啊，这些各种死亡率都完全不一样。但是在台湾，如果你发现的重症，其实都不会产生什么问题。那我们讲一讲肺癌，肺癌其实对人类来讲的话，是这一二十年、三四十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生。那为什么我们会说肺癌是最近才是一个很重要的病症？我们想想，古代的中国有所谓的肺癌吗？应该是没有。那这两本书呢，是所谓的中医最古老的典籍，一本叫做《黄帝》，一本叫做《内经》，一本据说是黄帝写的，然后另外一本叫做《九九八十一样》，但是里面绝对没有肺癌这两个字。因此，人类认识癌症其实不是从肺开始的，应该是从古代开始的。那大家放下屏幕看。三 D 血，不管是它的雕塑，或者是它的图画里面，可以观察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眼可以看得到。那我为什么先讲人眼？你要直接看到肺癌，因为看得到的东西，它最后总是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。所以拉斐尔的这张像，现在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他可能得了人眼，因为眼睛是很重要。那我们知道这个米开朗基罗的雕塑，这个世纪雕塑，它到底是一本书，这是多少历史？可以告诉大家说。重视比较特殊的一些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肺癌跟乳癌的关系是什么？乳癌因为有这样子的历史，而且它很早就有关系，所以乳癌的发生率是第一，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。但是呢，死亡率呢，肺癌却是第一，为什么？这个也是肺癌已经是高龄了，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，因为有 X 光线的发现，才知道说人类的肺部。会上肿瘤。一九零零年代才知道说，抽烟跟人类的癌症是有很大的相关性。所以到处都有癌症，但是肺癌最普遍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罹患率虽然不是最高，但是它的死亡率却是最高的。那到底谁肺癌谁都得到肺癌？这个刚才表面上我们特别提到，那国内大概做了一段事情，那肺癌协会其中是七个研究中心，在台湾做什么？猜猜看。患者他有可能就是肺癌，或是他非常的晚期的可能。有些话这么年轻，不是我们他们都肺癌吗？啊，八十几岁的女性，那是一个比较老的女性，那可能比较老的男生。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过度肥，这部电影是过度肥的发生之所，因为这部电影又重新的香港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。所以到底是个得肺癌，跟年龄有关系，跟疾病有关系，跟你抽不抽烟有关系，但是在台湾。所以这部分在台湾跟国外的很多研究就不会有不太一样。国外研究会把肺癌的高危险群比较跟是年纪大、长期抽烟、肺功能不全或者是职业相关性。在台湾，必须要跟高寿命的族群，这个族群就是比较年轻，而且是女性，而且是不抽烟的。但是现在大家又更注重表示环境污染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政策转型的肺癌，目前唯一的进展。就是说，第一是要避免慢性发炎，当然就是从这个强调，动不动就做不必要的检查，其实是增加放射性的暴露。那放射性的暴露是不是会造成免疫 DNA 的产生改变，就是你基因的比较容易变异，说不定又造成另外一个癌症。所以到底需不需要全面筛检？那我们台湾在未来的未来的研究所，甚至未来的几个研究所，都有一些的规划，要相信我们自己。那肺癌的第一个进步，我们现在台湾的台湾的国台医生要手术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是早期肺癌手术，会比晚期是非常好的。可是晚期肺癌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所有的治疗很多都是残忍的把死的战争。那我们肺癌的治疗，化学治疗不是从小到大来的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很多人不知道为了战争，但是他就死掉了。那个时候化学是很新，啊，最有名的就是芥子石，因为人体的化学上不上场。二次世界大战，这个化学武器仍然是持续的在使用。那美军一人烧装有化学武器的船，烧了整个意大利的航班，整个装是一个烧船。被炸了以后呢，
那化学治疗到这个十九，这个医生说，就是说第三代的配合化学治疗，当时的化学治疗的概念，大概就是在细胞测试上，或是在细胞是分裂的时候，去跟他们做一些结合，造成这些癌细胞的死亡，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很类似，对啊。但是化疗呢，终于进入了瓶颈期，因为呢，没有办法再让病人活下去。即使是你化疗已经到了第三期，虽然它非常的化学治疗的效果，不过98，98%，它虽然是没有进展，但是呢，至少在化疗治疗的效果。那我们的肺癌就有什么样的治疗进展呢？就是刚才上面提到的，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就是那个，就是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以前我们这个病人就是打化疗，或者是说放射性治疗。但是现在可以根据病人的基因检测去执行一个特别的任务，这个任务就叫做标靶治疗。但是标靶治疗必须要什么标靶？所以一定要先怎么办？一定要把病人的基因做好，控制一个标准，然后让病人至少治好的药物。那为什么一定要把基因看得非常的精确？那这个在临床上面就是要用的是精确。比如说这张图。这是要使用的，它一定会看东西，就像是医生一样。这个人生其实都有东西要看，为什么？很多的病人就是说，我用这个药以后就没效，没效没关系，因为更多更多的药，所以病人就是不使用。比如刚刚医生提到的，医生的药是一样，当很多我们人类是一种治疗上的突破，但是第三代治疗以后呢，可能以后的就是治疗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如果用了大方向的标靶治疗以后，那你有机会产生特殊的基因突变，可以进行第三代。那这样子病人呢，会不会活得比较久？事实上是不会的，他甚至会活得更久。那在一些新的研究报告里面，用这种方法的话，有些病人可以甚至可以存活到5年以上。所以刚刚书上特别提到这个问题，就说如果没有办法全部靠上第三代标靶治疗，因为我们见到。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去使用我们的惯性治疗，就是说一个接着一个，是生病的以后它并不会变差。所以呢，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使用第三代标靶治疗的时候，其实影响的并不会太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治疗其他的标靶治疗都是类似的。如果我们一旦有了病，又能够及时上班，事实上呢，你的生活性也不一定是没有直接用第三代来改变的，而且它可能会变得更差。第三代的标靶治疗，可能是八个甚至更多的五年以上。那这个是每个人的健康在很多的疾病之下不得不做的一个措施。但是病人有的变更多，这个五年以后，只要你好好的去健康，一直怎么样，一样可以达到非常非常健康的生活质量。但是这些药用以后呢，都是会抗药的，所以抗药以后，你有什么特色？大概呢就是正常的生活，全身白毫毛。但是事实上，出现抗药以后，还有更多对你有效的新的药物可以从临床试验当中。如果你需要一些详细资料，就可以直接去接受这些新药的临床试验的一些这个资讯，甚至你可以参加这些新药的临床试验。所以呢，未来是一次两次吧，绝对不会中断的。因此，所有的听众，你们可以不用担心，说我们用了一个药以后就
刚刚你自己有一个这个发挥的自己的事情就在做创业，大家怎么那这个呢你自己有很多的东西，那这个就是要跟别人学习一样，他可以把你这个道理记下来，然后达到身体里面开始会记下来细胞，找到了细胞以后再有很好的药物释放出来，那这样子可以达到很有效的一个治疗。它虽然不是那免疫治疗呢？从这个2013年开始，全世界有杂志的公司说免疫治疗是代表性的，所以从这个领域一直开发到现在，很多很多的研究。那是整个健保体系非常的完善，就是要呢很早就可以进入状态。可是2022年，我们有没有更新的进展？因为免疫治疗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的，所以健保体系现在对开放的执政推行，比如说必须要验一些特殊的。Yeah.